雪雕，雪雕，梅花鹿报告，击毙三人，逃跑两人。有我要的人吗？没有你要的人。好的，好的，继续搜索。明白。我们走。 是不是有太多的怨要许？所以留心下雨。是不是有太多的梦要去？所以留不下你，在我心。 是那么美丽，我该如何忘记？太多问题想要一一的问你，可是如今只想对你说一句：谢谢你陪我度过。 天真年纪，让我有那么多的点滴，像初星星一样的回忆。对不起，在你转身离开之际，我一定是用错了表情，让你变成了那天孤单的背影。 是在云中所有水滴，
终究有一天会落地。是不是我一直在旅行，终究能遇见你。在我心里很多你的风景是那么美丽，我该如何忘记。太多问题想要一一的问你，可是如今只想对你说一句谢谢你。我有那么多的点滴，像出星星一样的回忆。对不起，在你转身离开之际，我一定是用错了表情，让你变成了那天孤单的背影。我一定是用错了表情，让你变成了那天孤单的背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里有人。没有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擦擦吧。谢谢。我是最近感冒了，没关系，不用还了。您来找谁呀？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夏老师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。兰妞。怎么了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夏老师，我妈妈会回来的。我爸爸说的。爸爸妈妈和蓝妞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夏老师，我说的对吗？说的对。真的要这么干，这还得您的批准。战争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如果只是为了业绩好看，那我就是在糊弄您，糊弄飞虎旅，糊弄军区，糊弄总部首长。好，我批准。是。Thank you.
不是，都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叛徒，啊，干什么呀？整得跟特务接头的似的。哎呀，我呢，有些话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呀？啊，其实你在霹雳火玩够了，想回战虎求我跟猎鹰说说情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这我要回来还需要别人帮我打招呼吗？哦，你可真够自信的。哎不，哎，我时间紧迫，咱们说正事儿。说。其实呢，我这次来找你呢，其实去，哎，就是想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跟你直说吧，其实我找你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解释解释，我跟那个015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属同志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是015啊？哎。你那天不是看见了吗？就那个围在我身边一直转的小姑娘。哎呀，其实呢，她那纯属是一厢情愿，我呢对她真的也没什么感觉。这在我心里头，其实这个小丫头呢，她就是个小丫头，那一天到晚扎俩朝天辫，完了那鼻涕一天到晚流个不停的，我真的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跟他也不是一点渊源都没有。他有个表姐，他那个表姐呢跟我是高中的同学。这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之间就有点那方面的那个感觉吧，就是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都我们俩之间也谈不上什么恋不恋，因为那时候青葱年少嘛，不懂这些东西。所以说呢，我跟他表姐之间也其实也没什么，充其量称之为叫一种小暧昧。这。我给你发誓，我连手都没牵过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笑什么呀？这是，我不行了，丹娘，啊，你快冻死我了。哎，韩浩娘，我今天来，我是认认真真的来跟你解释的。这些话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吧，我不希望你误会，你明白吗？千万不要介意。我一点也没误会，我也不会介意，因为这件事儿跟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关系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解释呢？你看，误会了吧？介意了吧？这话说的多有情绪啊！你要是非得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就算我自作多情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来这儿给你解释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一直以来都对你有。得，后面的话就不要再说了。丹鸟，我倒是觉得你和那个015挺般配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你和他一样，都挺幼稚的。我幼稚？不是，我怎么幼稚了？我承认。我不太成熟，这点我确实我承认，但是那幼稚这个词儿，它跟我一点关系也搭不上啊。好了，丹鸟，节点到为止，你好好揣摩吧。再一次祝福你和你的那个015，并且强烈的建议你，把你当年那段懵懂的小暧昧跟人家解释清楚，他才更应该明白那件事儿。不是我，唐浩娘，哎。我怎么幼稚了？难道非要像猎鹰那样才不算幼稚吗？这怎么就变成大叔控了呢？你猎鹰，丹鸟，你们霹雳火不是在那边训练吗？怎么跑这边来了？我来这边上个厕所。哎，那边机场有厕所呀？那面那个厕所，这太陌生，陌生感太强了，还这个比较习惯。那什么，我去训练了，你先忙啊。
幼稚吗？不好说，起码他很真，也很敬业，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爱情上。哎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呐。是否冥冥之中注定你我没有结果？为何还要飞蛾扑火？是为情所困，是为爱蹉跎，是傻是对还是错？也许缘分注定你我只能擦肩而过，既然如此何必难过。看花谢花开，看潮起潮落，看世间悲欢离合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刚才数到哪儿了？35。014，到。你比规定的上厕所时间迟到了35秒，按照规定，乘以10倍数量的俯卧撑。是。报告。讲。索性凑个整吧，400。那就再凑个整500。是。今天颇有你的风格啊。不可能，要是我的话直接凑1000了。你干嘛呀？这表情看着我。那我应该什么表情啊？撇嘴，白眼儿，嗤之以鼻。那恐怕你以后要熟悉我现在的表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开始欣赏你了。神经病。哎呀，精力无限的路子呀。哎呀，他咋了？他受什么刺激了？应该是情伤。我没伤他呀，我又没说你。救援情报，全体带上装备，出去集合。是。报告。那我怎么办？寄存443，下回补上。是。哪只眼睛看着我哆嗦了？紧张啊！你参加过实战没有？你参加过呀？废话。那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你放心，要真是实战，你就跟着我后边，姐罩着你。集合！同志们！刚刚接到上级紧急命令，位于基地100公里以外的0号地区发生紧急突发事件，上级要求
霹雳火全体人员前往事发地点接收任务，明确了吗？明确。登记。到底什么任务？不知道。那会是实战吗？不知道。飞狼怎么没来啊？不知道。都别猜了，我就知道一点。抓紧时间休息，不管任务是什么，这一次有你们受的。他说的没错，零号山区我飞过，从上往下看，崇山峻岭、原始森林、荒原、沼泽，应有尽有。别说是执行任务了，这就当是来旅游，走一圈下来也得掉一层膘。飞狼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雪雕，几个月没见了，你小子发福了是吧？不止我一个，你走了之后，兄弟们平均体重都长了2斤多。飞狼看见了吧？来的全是你训练出来的兵，最好的兵。我看出来了，这次给你们任务，都得给我捡回来，知道吗？接下来呢？怎么玩？我当初是怎么玩你的，你就怎么玩他们。飞狼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真那么玩，你这几个月不是白忙活了？未必。这几个月，我也不是白训他们的。开始吧。各小组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。
最后一分钟准备。最后一分钟准备。最后一分钟准备。就走了，把他扔到这，他想干啥呀？飞狼来了！飞狼原来在这儿啊！赶紧集合！全体集训队员集合完毕，应到43人，迟到43人，请指示。请稍息。是。小心。讲一下。请稍息。刚才你们应该也看到了，这儿的风景不错吧？这片山林非常大，无边无际，也特别美。在这里能够享受到最原始、最自然的风光，丛林、野花、山泉小溪，奇山异石。在山的那边，还有一大片湿地、沼泽，各种美景，真是美不胜收。我刚才像一个导游一样跟你们讲解了一番，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是带你们来旅游的？不是。对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非常不适合旅游，因为现在在这里危机四伏，充满杀机，在这里面隐藏着最危险、最可怕的敌人，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战场，你们即将要面对的残酷的战场。报告。说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活下去。第一步，要确保自己活下去。你们需要一路向北，徒步穿越大约50公里的封锁区，在明天清晨6点之前到达我为你们指定的接应点。记住，接应点在你们的正北方向。到达那里以后，你们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，有一次的饮食补充，在确定没有问题的前提下，才能领到真正的任务简报，然后根据简报上所写的内容去完成你们的最终任务。你们不用想知道是什么任务，因为在你们到达接应点之前，一切都是军事秘密。在此期间，你们会随时随地面临着神秘敌人的伏击。在到达接应点之前被俘或者被击毙的人将被自动淘汰。请大家记住，
不是淘汰出这次任务，是被霹雳火永久淘汰。当然，有挑战就一定有机遇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一次是对你们的最终考核。完成任务的队员将有幸成为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的首批特战队员。报告。说，规则是什么？我刚才说的就是规则，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够活着到达接应点，这就是规则。对你来说还有另外一条规则，黑龙留下来，我帮你照看。因为你们这一段的角色是被搜索者，黑龙没有用，到了接应点之后我会还给你。报告。说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在出发之前你们还有最后一项准备工作，那就是把你们所有人身上的武器装备都要卸下，只保留一把刀和一个单兵急救包。报告。说，没有武器我们怎么作战？你们不需要作战，只需要逃跑就可以了。到了接应点以后，我会把你们的武器和装备发还给生还者。报告。说，总得给我们单兵电台吧，不然我们之间怎么联系？放心吧，到了接应点会给你们的。报告。说，进入山区之后我们该怎么辨别方向？北斗系统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在接应点。那这五十公里呢？这五十公里随便看树、看星星、看风水、看手相、扔血、掷硬币，什么办法都可以。但是有一点，在明天清晨六点之前必须到达接应点，明白了吗？报告。报告。报告。好了，那么多问题你们太啰嗦了，我现在给你们最直接最痛快的，要不然活着到达接应点，要不然现在就退出。两分钟之内卸下你们的武器和装备，快。发给他们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为你们增加的一个设备，它的功能只有一个，就是当你受伤失联的时候，意志消沉的时候，只要轻轻拉开这个引线，我们的救援直升机就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你们，并且把你们带离这片山区，当然也离开霹雳火。现在请你们回答我，有现在想拉开引信的吗？祝你们好运，准备出发。黑龙，我们走。黑龙，去吧。放心吧，很快就会见面的。上车。
现在就开始啊？现在开始。那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就干这个，就干这个。于兴何人呐？与民同乐嘛，您习惯就好。得，我该干嘛干嘛去。我到接应地点，有情报及时向我通告。是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愣着干嘛？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，玩去吧。方向对吧？应该没错。这地方哪哪都一样，也没路，几百年没走过人似的，很正常。这山老林就这样，俺小时候啊，俺就经常跟俺爹上山采药。俺们家那边的山跟这边一样一样的。李二四啊，想家了是不是？怎么能不想家啊？俺都两年没回家了。啊，两年没回家了。哎，您不是有那个探亲假吗？他都让给别的战友了。啊，没看出来啊，还是个雷锋啊。您看我啊，你别老劲儿老劲儿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快走吧，我们现在速度太慢了，这路太难走，快点。你说那个飞狼说的那些神秘的敌人，到底什么人？我猜啊，也就我们警卫连那帮货，要不然还能有谁？哎，我也这么想。咱们旅啊，能拉出来溜溜的也就他们了，总不可能派机务连出来伏击我们吧？谁来谁倒霉。你还盼着他们来呀？有动静，隐蔽。不会是狼吧？不像。有人，快跑！走。梅花鹿，梅花鹿，菜鸟向零零三号方向去了，交给你们了。走。快！他们没追上来。行动这么敏捷，他们没追上来。这都什么人啊？怎么行动这么敏捷？
024025，你们警卫连有这样的人吗？除了我们俩，没这样的人了。是是是是是。那真是怪了，我们身上没有武器，根本没有招架之力，他们为什么不抓我们呢？那只有一种可能了，他们布好了网，分区域布防，以逸待劳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可就麻烦了。敌暗我明，这才几分钟啊！啊，我们就已经损失了三个人了。咱们分组突围吧。现在他们分区域布防，如果我们还是好几十个人一起走的话，目标太大了，很容易就被他们发现了。可是我们这么多人，怎么分组啊？我们现在一共还剩40个人，每组5个人，分成8组，分开行动。可是我们怎么联络？在哪汇合？不联络了，各走各的，一路向北，到接应点汇合。这样也不好吧？这不等于力量分散了吗？万一被他们各个击破，怎么办？现在他们分区域的伏击我们，他们手里有自动武器，我们只有匕首。他们是狼，我们是羊，在狼的面前，一群羊跟几只羊有区别吗？等他们玩够了，聚而歼之，我们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飞狼说的对，现在我们真的是危机四伏啊！能活着到近一点的，只能是侥幸漏网。雷仁基，你今天话头不对啊！平时你不是挺狂的吗？怎么现在这么没底气啊？因为这次我们的敌人太强大了。你认识他们？你不认识他们吗？你没被他们虐过？你是说他们？他们不是飞虎旅的警卫连，他们是狼牙的特战队员。狼牙？除了狼牙的人，我想不出还有谁能这么玩我们。你早该想到的。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故意坑我们吗？行了，别喊了。难道你们要放弃吗？你们想一想，这几个月了，我们经受了那么多磨难，接受了那么多残酷的考验，现在都已经是最后关头了，现在放弃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是我们要通过这一关，实在太难了。现在只是选拔阶段，如果现在都坚持不了，等到将来我们成为真正的霹雳火队员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反正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坚决不放弃。不放弃。大家赶紧分组吧。幺四，我要跟你一组。哎，别闹！你要是不要我，我现在就放弃。把收起来。好，说好说，收起来。当我把话先说前头，我这个人呢，运气向来不是特别好。这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不能怪我。没关系，我运气一向挺好，问你一半。哎，你们谁跟我们一组啊？我。好，俺肯定跟025在一个组。谁跟俺们一起干？我。007，要不然咱们俩再强强联合一次吧。你们两个高手就不要在一起了，我们的实力也得平均一点。那好吧，算了。要不这样吧，019020033，你们三个跟我们一起吧。好呀，我同意。019020，快过来呀！可是007，我们三个可能会拖累你的。没关系啊，能者多劳嘛。这样一来，各组的实力就平均了吧。嗯，走了。其他的，赶紧分组吧。
宋人记住了，近一点见，。最棒，对吧？雪娇，几个了？三个。我说你们这帮家伙真是越来越退步了啊！你可不能这么冤枉我们呐！是你这队伍里边有高人。什么意思？兄弟们刚才报告说，这帮人正分成肉干小组，正在分散突围。这目标一下子散开了，我这几十个弟兄还真有点不适应。这就对了。哎，这高人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有一两个你应该认识，起码谢思潇我认识。哎，你是怎么把他挖过来的呀？还这连人带狗的，当初狼牙都挖不过去，这武警怎么就肯放人了呢？别着急，黑龙，我可没你们蓝能力，对吧？这上面直接下的命令，就他一个啊。还有一个，你应该认识，王兴。这小子也在啊！哎呀，飞狼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假公济私。老实说，当初在狼牙淘汰他，是不是留了这一手？我有那么狭隘吗？我是在淘汰王宁之后接到的调令。哎呀，你这可真是人才济济呀！光这俩就够我眼馋的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跟我耍心眼儿，跟我玩儿。你还嫩点儿，对吧，黑龙？各小组各小组，有两个目标你们特别关注一下。你们大多数人都认识，一个叫谢思潇，一个叫王兴。有可能的话，先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，我有重赏。怎么样，损吧？全该你学的，这叫做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别那么自信，你未必能赢，等着瞧吧。机都用上，脸皮够厚的。他们一贯如此，绝不会吝啬使用高端武器装备。零零七，那咱走不走啊？零零七，等你下命令呢。走吧，注意隐蔽啊。是。让你隐蔽。好好好，都听着。均衡一下各组的实力吗？实力差得多的是，干嘛非选他？嗲声嗲气，看着就烦。他跟你有仇啊？
还是他哪儿得罪你了？我就是看不惯，怎么了？都跟你似的假小子，那还要女人干什么？你个色鬼，全都选女的，就你一个男的。你不是女的，林浩，注意场合啊！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。说个正事儿，说，你多照顾一下林幺九啊！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。废话，还用你说？你要是不带他，我还不乐意呢。我差点忘了啊，你们俩关系挺好的。那当然了，女人当然同情女人了，尤其是被感情所困的女人。你笑屁啊！他有，我信。你有，打死我也不信。雪雕，雪雕，梅花鹿报告，击毙三人，逃跑两人。有我要的人吗？没有你要的人。好的，好的，继续搜索。明白。我们走。我失去了三个队友，他们好像在找人，在找什么人？快走吧，走。零零七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啊！
速行速行，文武地区过去五个。收到收到。战术戈壁动作也挺标准的，可别真把他们当菜鸟，别忘了他们可和咱们一样，可都是飞狼给训出来的。我敢保证啊，要是给他们同样的装备，他们不比我们差。那我们算不算是欺负他们呢？那得算欺负呀，算轮回。你想啊，当初咱们可不这么过来的。行，走。李云奇说的没错，他们是狼牙的人。大师兄全副武装欺负手无寸铁的小师弟，他们还理直气壮，真不害臊。哎呀，也不能说是手无寸铁，他身上不是有刀吗？刀顶什么用？哎呀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待着，赶紧转移走。林英，你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你是不是在找他们的019号？韩号鸟，做好你分内的事儿。明白。哎呀，45分钟17个啊，你还能坐得住吗，飞狼？45分钟，一般号称精锐当中的精锐，你是特种兵，一代狼才干掉17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菜鸟，有什么得意的？我要是你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你就真不担心我把他们全干掉？你干掉的肯定是我不想要的，我想要的你干不掉。我还真不信了。我
这盘棋到底是左手赢了，还是右手赢了？都没有。我很好奇，这盘棋你下了多少年了？都想知道是吗？从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没有看你过结局。 很多事情开始的时间久了，就希望那个结局赶紧到来。可是这个结局呢，却总也不来，非常消耗我的耐心。渐渐的，我就利用这盘棋来磨练我的耐心。我们的战士不学勇敢无畏，缺的是耐心。 007，你什么结论？他们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，都设有埋伏点，而且会随着我们的移动任意的变换位置。越是往北，埋伏点越密集。那你的结论就是我们死定了，对吧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们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再这样走下去，死定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是放弃还是提出抗议？按照飞狼的规则。 放弃跟抗议是一个意思。那你说了半天，等于白说。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了这一关了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大不了回去还耽误我的小护士。你真想得开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怎么好意思回去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当玩了几个月的拓展训练。007。 你要是被淘汰了，下一步去哪儿啊？要不跟副堂说说，继续留在飞狐旅吧。锦薇连线干政治也行啊。等下次去你吧，你还上，我也继续报名。零三三，你烦不烦啊？林恩去去哪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又没说你，你这是祸乱军心。你少给我扣帽子。我只不过想更周全一点。那你干脆自己拉了弦，自己周全去吧。你，好了，林三三，飞狼把我们带到这里来。 绝对不是为了把我们全都淘汰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，肯定有办法可以让我们生存下去。林妖精，你怎么胳膊肘外拐呀？不帮我说话，帮外人说话。零三三，我们这里都是队友，没有外人。再说现在真的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团结一致。你看他像样团结样子吗？零三三，少说几句吧。好，我不说了。 你们决定吧，反正我跟着你们走就行了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你也只能这么想了。林浩，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就小看我，我比你差不到哪儿去。零三三，我不是小看你，我是根本看不起你。你，林浩，你的基础是比我们强，可你也不至于这么说林三三吧？人都是有自尊心的，自尊心是靠实力树立起来的。你们有实力吗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？你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他们不吵我就不吵，那你就闭嘴。他们闭嘴我就闭嘴，凭什么呀？我们也说话自由。林浩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就这么过分怎么了？醋坛子，你说什么？我会吃你和007的醋。 开什么玩笑！你别瞎想啊，他胡说的。我肯定不会乱想。再说了，这
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有女朋友。零零七，你有女朋友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有女朋友不正常吗？那觉得很奇怪吗？哼！哎，行了，大小姐们，咱们现在是在训练，被抓住很惨的。咱们能不能先不谈这个问题，好吗？等训练结束之后，你们爱咋咋地。都吵够了吧？那我们走了。那么我拿走，不管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站住！什么鱼死网破呀？你准备拿着匕首跟狼牙拼命吗？只能鱼死，网破不了。林奇，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？我是有个主意，但是我一直在犹豫。你还犹豫什么呀？赶紧说呀！你的意思是绕开？对，绕开这张网，那就不是50公里了。初步估计，这个路线得120公里，而且一路上同样是丛林密布、高山峻岭，危险咱们暂时不说，光体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好像也毫无选择了。我知道，对我来说，的确是非常大的考验。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我的体能没问题，而且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助李幺九。放心吧，我能顶住。那其他人就不好说了。我当然也没问题，又不是没练过体能。我也没问题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谁跟你赌气了？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拉烟雾弹了，绝对不会当你们累赘的。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，烟雾弹就不起作用了。我们走的这条路，已经远远超出了直升机的搜索范围。在那里拉烟雾弹的话，除了我们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自己自生自灭了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对。我们都要留下，所以我们别无选择。那就走吧。我们又失去了几个战友。难道我们要这样坐视他们不管吗？当然不会。他人的生命永远比我们自己重要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是霹雳火呢？我们就是干这个的。你们笑什么？我以为你又会说，哎呀，我们又多了几个累赘了。林三三，你知道你最不可爱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自作聪明，多嘴多舌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可爱的地方，说明我坦率，说明你傻。林浩，我们现在没必要针锋相对了吧？人家都有女朋友了，我们还争什么呀？谁跟你争了？你不要把自己自作多情强加给别人好不好？哎，哎，林浩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他们呀！男的在这放烽火，等他们自己来啊！到时候他们没来，狼群来了。林浩，这活你一个人干不了，我跟你一块去。用不着。林一七，你快去跟上他，他一个人太危险了。好，那你们原地隐蔽。好。哎哎，林零七，人家不愿意你就别强求了，要不咱们分组，我跟你去。你还是好好待着吧。哎，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你不怕，我怕。哎，记住了啊，我没回来，你们千万别动。你就不能矜持点？
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有什么好矜持的？人家有女朋友，不是没结婚吗？只要没结婚，机会都是均等的。我知道我的机会不大，可好歹我得努力争取吧。矜持能换饭吃吗？自尊心能换来终生幸福吗？哎，我说你到底是干嘛来的？你是参训选拔的，你还是来相亲的？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，可感情这回事儿，顾家真拿你没办法。哎呦，你俩坐下歇会儿吧。干嘛？试试你的警惕性。我问你下山干什么？这活啊，你一个人干不了。一个人反而自在。你就别一心用事了。我是怕担嫌疑。哼，怎么，你还当真了？你才当真了呢。我不可能，我有女朋友。再说了，我对男人婆呀不感兴趣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说了你是男人婆了，你不用再证实一次。007。行了，先找人，等回去之后啊，我陪你大战300回合。他不会真当真了吧？